医院要40分钟才会抵达哈。最后一个节目 Book Lab， 我们的孩子研究所，高中、大学到小朋友，特别负责当中最小的呢，也只有5岁，啊，就是正中央最小的这个小男生。那也因为他也只有5岁，所以等一下可能也会有乱跳的动作。如果有乱跳，麻烦记得笑小声一点，毕竟他也是有尊严的。一起来欣赏 Book Lab。拉路，没事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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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闪不亮的黑夜，拉萨的温度，让你的马拉斯纳斯纳，小小巴士，不怕的心脏，马路我堵到了，过不了路。平安喜乐，谢谢，谢谢所有的旅行社，谢谢所有的领队，谢谢你们的来到，我们可以慢慢的起立了。如果有领队需要帮忙广播几点上车用餐或离开的，主播台这里开放帮你们做广播哈。存钱筒就在舞台这里，不要吝啬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担心，直接走到台上来，亲爱的朋友们。
要跟小朋友拍照的也都可以走到台上来，他都可以走到台上，直接走到台上来都没有关系，而且几千块、一千块、一千元，让你小给专案拢底部代价。啊，亲爱的朋友，谢谢你们的来到，你有片主，你有感动，会当舞台上头发买咱的专案，他都是几千块，还是咱的存钱筒啊？要跟小朋友拍照的也都可以走到台上来啊！要跟小朋友拍照的都可以走到台上来。啊，或者认养我们的存钱筒，也都在舞台当中做一个开放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们广行宫，广行宫啊，如果有听到广播呢，我们要往餐厅移动哈。